以东方美学、老庄思想、传统古迹为底蕴，诠释现代陶的各种可能性。赖逸婷的陶艺创作，在看似匀称规整的造型中，散发一种内敛无华、真如自在的静极与超然。他以抽象的形式创作新意的现代潮，连接宇宙自然生命的脉动，阐述对生命的体悟，赋予作品沉静的诗意，同时展现生命的动力。在造型构思上，以制作钢瓮之手几培技法，用于诠释现代陶，兼容东西方美学，连接东方佛禅思维，成为创作中自我对话、超越局限的动力。创造多元并赋予生命律动，将书画世界的既白当黑，融合易经的阴阳虚实，转换成立体造型空间意念与立体三次元造型，共构出充满禅意的氛围作品。游心水云间，呈现大自然体会，发挥美妙的理念。日月入怀，创造形式，传达人生体悟，产生朴拙与禅静感。心静无我，以几何构成抽象的人体动态，诠释太极的创作方式。天使之翼，展开双手，充满希望造型，呈现美好意象。赖逸婷大气浑朴的作品气势，来自于他对陶土本质的探索。时邦新闻记者赖一荣台北采访报道。